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宙。今天要来说一下7月12号的改版资讯。那最重要的改动就是魔龙跟凯撒的增强，以及增加了2件新装备。现在知道魔龙队伍普攻或技能打中对手后，会触发一个类似电刀的效果，就是弹射3个目标 ，CD 3秒。不管是清兵还是打会战都非常好用。8分钟后的凯撒现在可以在地图上任意位置选择要释放的路线，释放凯撒那条路的英雄跟凯撒先锋。会增加 10% 的免伤和对防御塔 10% 的伤害加成，持续60秒。另外还会帮你顺便扫空那条路的兵线，平分小兵经济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版本的凯撒还是比魔龙强的，一定要尽力争取。再来说说新的装备日影之弓，经过我实测的结果，只有手短的凡恩比较适合出。其他射手如果要出主动装备的话，还是以嗜血弓为主吧。另一件新装备碎空长刃就是偏刺客的战士神装啦。例如佛伦、夜叉、夜娜、青燕等等，这类角色出都蛮强的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认为亥牙的圣剑也可以考虑换成碎空长刃，配合上冬日还有红 buff， 只要被他摸到人，就只能被缓到死啦。再来就是新增野区前期保护机制，前4分钟进入对方野区的时候，会降低自身的 15% 伤害。还有蝙蝠侠重置成凯恩啦，关于他的详细内容，我会再另外出一支实测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最后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提米的改动，一技能蓄满后炸到英雄就会直接重置 CD。虽然我还没玩过，但我光想的就觉得前期的小会战会特别强。以上就是我在这个版本的测试心得，祝大家上分顺利。如果有其他想了解的小技巧或其他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。我是宇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